你自己開咗個廠之後咧，係咪就跟住好一帆風順？我梗唔係啦，第二年已經俾人走咗幾萬人數。咁點過？點捱？同啲同學度水啦，你要度3000，去度5000。好在嗰陣時冇度大耳窿啫，唔識啊！如果識，可能都度埋啫。同舊老闆買機器未俾錢啦，真噶。但係個個都通用你。啊，係啊，唔係過唔到今日啊！幾萬銀啊，40000多啊，第二年、第三年110000多啊，收唔收得翻啊？結果梗係收唔翻啦，係收唔翻噶。其實係咁，即係我笑係咩咧？其實個過去咗啦嘛，因為都已經喺嗰啲時間裏邊，你知唔知頭都暈埋？銀行嗰陣時係，我記得喺81年開恆隆銀行嗰陣時，我係擺50000蚊借翻5000開個 record 嘅啫，係冇可能借多一毫子噶嘛。其實係即係。根本就冇人正式嘅渠道，銀行渠道係唔可能有任何借到錢啦。嗯、收嘅錢仲一定要過咗票先可以過數啊，係啊 ，cut a check 都唔得㗎。其實嗰陣時做唔係有能力去做依啲添，即時收錢都唔可以即時兑現。咁即係仲要去挨挨西西咯，即係、啊、不過有好處嘅，有啲客都很通融咯，即係逐送咗貨 discount 5% 啦，咁即刻找數俾你啦。咁即係。跟我而家做零售一樣啊，快嚟快去咯，係啊，最多錢就冇乜點賺到噶啦，咁即係有嘢做住先，一路揾個位彈翻上嚟，咁亦都好彩，去到82年喺大陸正式開到，咁就唔使再喺香港做外發加工，去澳門街俾澳門加工，咁全部上咗大陸做，咁嗰陣時咧個人工差異好大，同埋大陸間廠相當大，當時我黐嗰間廠係喺中山。佢一間風扇廠嚟嘅，咁咧，其實佢資源有曬，裝修都唔使我錢，乜都唔使錢，整任何台凳都唔使我錢，佢有齊，技術人員有埋，咁我淨係抌啲嘢落去，話俾你點做，咁我喺度睇住做，做完啦寄翻落嚟，經嗰啲漁船運落嚟嘅，我初期其實個渠道用到咁嘅方法嘅，咁即係話有個咁啱咁巧嘅，係啊嚇，因為我出嚟開檔，即係幫人打工嗰陣時咧，79年嗰陣時咧，我已經喺東莞喺惠州啊開。幫佢 set 大陸工場噶啦，嗰時我就即係夠膽上去搞，咁所以我好嗰時去中山咧，我亦都同時一樣，好快脆就建立咗一個幾十人嘅小加工工場，跟住到100人，咁呢個差額大，好快速幫我夠冚翻曬啲嗰啲蓋，一個個冚翻。嗯。嗰時嘅難度係，你可能唔會經嘅，你做官嘅。咁其實我哋你知唔知每日收嘅錢1000多元，就我哋真係依度找200，嗰度找300，俾住人先嘅咋。做生意係咁嘅，而家啲後生一代嘅消費群，或依個後生一代意思，即係新一個消費習慣咧，其實係大家啲錢係想買啲好奇嘅，買啲新鮮感。我覺得如果我一個咩叫 market， 真係唔使講啦，大佬喺度，係啊，咁即係真係去買嘢，我哋去揾嘢，就唔好求其去交差揾啲嘢。嗯，我認識陳志雲呢個名咧，就係無事買片俾我哋睇外睇片噶嘛嚇，係啊，真係噶，我真係好有印象陳志雲呢個名噶，外事部好似記得我仲係係咪啊？做過係。係啊，真噶，就係啲哇乜？你即係我，即係啲乜都唔識嘅人，係見到好多唔同嘅片集，對我好有。依啲就係會咁樣啊嘛，即係其實真係有咁嘅嘢，我覺得唔怕嘅。如果冇人跟嘅，得你做嘅，當鋪得幾多間啊？唔係真唔係，我唔係講衰嘅，真係做生意咧，最好係講白街都跟我。黐線，佢而家跟跟地嘅，跟跟地啊，跟跟地先慘啊！你知唔知啊？跟跟地啦，梗係跟跟地啦。而家大家都展覽會而家派曬大兵馬去嘅，啱啱新加坡呢個幾大陣仗啊！大即係唔怕講名啦，你 cut 曬嗰啲大槍好啊，跟惠康全部去曬啦，大細嘅去，細嘅又去，大嘅都去，咪好咯！呢個世界死係咩咧？如果淨係死嘅，而家仲係以為攬住一個代理權，攬住只嘢可以過世嘅，可以食三代嘅，你又玩完咯。咁佢應該諗下點樣市場，點樣嗌人產品改良，點樣去做嘢
係嘛？大家都唔同嘅角色，唔係冇咗某個位，嗰個位嘅人仲係一成不變企喺度嘅，嗰啲死得。其實即係我覺得，如果我以為我自己去揾貨，又係不可一世贏曬嘅，玩完亦都係。你作為一個普通的生意人，你怎樣去評價我們現任特首梁振英的表現？你覺得他做成怎樣？你不要介意，我開頭呢，他開頭的時候未參選開始，其實參他有意願參選的，應該是那時候他有電郵發出很多信件，每一段時間就收一篇，不是很短，不是很長的，過一個禮拜左右已經收了一篇了文章。我收過百幾篇，我睇曬嘅，我仲放喺一個 CY 一個 file 裏，電郵 file 裏邊嘅而家，係啊，我睇曬，好有文路。我記得有一次去嚟理工，咁啊去演講啦，唔好話吹水啦，咁啊在座啲工商界啊嘛，咁我哋坐喺度，係得我一個支持佢嘅啫。我真的很親心支持他，個個都支持唐英年嘅，工種啊，全部都咁。其實咧，我覺得他很有分寸，很多嘢都很清楚。嗱，對唔住，我唔係捧他，即係當然可能是參政的人準備很充足啦，但係好多數字很清楚，很多嘢很有板有眼，講清楚未來應該怎樣改善，很多改善，真係嘅。我嗱，即係嗰啲文章，我諗我唔假，大概很多人都收過。裡面的分析對社會真的跟你說的，有些電台你說的差不多的，都是很大家都說到，哎，是的，言之有理的，很多事都是，即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去聽見，加上高頭大馬，他都算高頭大馬，哇，很型，很嚴肅，即是我覺得即是有這樣的心，我自己開頭，我一直都覺得這個是，其實 在董山年代，我那時都已經覺得他有機會喎，我跟啲夥計講，因為呢個人好似好特別，真係咁壓力，係啊，即係啲佢哋我啲夥計個個知道，我嗰陣時貼嗰陣時已冇可能貼佢，我都講依個人應該日後有機會嘅，係啊，即係好年青有為一個人，係啊，我真係覺得係咁嚇。但係你話到今日，等於我用一個好面去講啦，我即係唔係。不是怕他清算我，講真啦，我一個小人物清算我咪鬼，係咪個係咪成個政府機制，董山都企唔落，其實佢哋呢啲係咪好難做？有成個社會上有啲嘢做唔嚟，同埋上邊有啲要求，佢一個好忠誠嘅執行者，有啲嘢未必真係是佢自己想係咁樣，人在江湖，等於我做生意一樣，人在江湖。嗱，從呢個角度睇，